2023年最具权威的不是美国的总统拜登，也不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，更不是俄罗斯的普京大帝。今年全球最赫赫有名的是 ChatGPT 人工智能。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研究公司 OpenAI 在2022年11月30日推出了 ChatGPT 3.5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。ChatGPT 打破了所有记录，在发布后一周内就拥有超过100万个用户。ChatGPT 推出的两个月内就拥有了超过1亿用户，单单在2023年1月每天有超过1300万的日访问量。这些惊人的数字说明了 ChatGPT 3.5 人工智能大受欢迎的程度和它能够快速吸引观众的能力。因此 OpenAI 又在2023年3月14日发布了最新的 GPT 4.0 让 ChatGPT Plus 的用户使用。最近以色列总统艾萨克·赫尔佐格使用 ChatGPT 人工智能来撰写他演讲的开场白。在演讲结束时，他还使用了 ChatGPT 造的一句关于人工智能的励志名言。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在家赚钱的好方法，您来对地方了。ChatGPT 是一种人工智能技术，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范围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利用 ChatGPT 人工智能在家每天轻轻松松赚500美元。首先，您必须了解什么是 ChatGPT 以及它是如何为您工作的。ChatGPT 是一种人工智能语言模型，可以根据输入生成类似人类的文本。要使用 ChatGPT 来赚钱，您必须懂得如何与它互动。您需要学习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 ChatGPT 为您努力工作和赚钱。您越快使用自己聪明的头脑和高超的询问技巧与它进行互动，从 ChatGPT 庞大的数据海洋中找出如何赚大钱的点子，就成功了一半。接下来是找到一个您感兴趣又有高需求的利基市场。我们要求 ChatGPT 提供五个最高需求的利基市场。ChatGPT 提供的五个最高需求的利基市场包括：一、健康与健身。人们对健康和健身越来越关注，因此对健身教练、饮食营养、健康产品等相关内容的需求也不断增加。二、金融和投资。人们关注理财和投资的需求日益增长，因此对股票、基金、保险等相关内容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。三、科技和创新。随着科技不断发展，人们对科技、创新和未来的兴趣也不断提高，因此对智能手机、电脑、人工智能等相关内容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。四、美容和时尚。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，人们对美容、时尚和个人形象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，因此对化妆品、时尚配饰、服装设计等相关内容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。五、教育和培训。随着人们对个人发展的需求不断提高，对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，因此对在线课程、语言学习、职业发展等相关内容的需求也越来越高。一般来说，能够赚到钱的利基市场通常有以下特点：一、有足够的目标观众群，这代表市场中有足够多的人对该领域感兴趣，愿意花钱购买相关产品或服务。二、较少的竞争，利基市场通常相对较小，因此竞争较少，这意味着您可以更容易地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声誉，获得更多的目标受众。三、高收益的产品或服务，在某些利基市场中，有一些特殊的产品或服务可能比其他市场更容易产生高收益，因此更容易实现分利润的目标。四、活跃的社区，利基市场中的社区可以帮助您建立自己的品牌，吸引更多的目标受众，以及增加您的影响力。人们想要阅读和分享的内容类型可以因他们的兴趣和需求而异，所以必须将内容定位到您选定的目标观众群和利基市场。例如，如果您对时尚感兴趣，您可以使用 ChatGPT 来创建时尚产品的描述、时尚文章和其他与时尚有关的内容。如果您对科技感兴趣，您可以使用 ChatGPT 来创建最新爆红的科技产品评论、新闻稿和其他与科技相关的内容。关键是要找到一个您喜欢的利基市场，然后开始为它创建高质量的内容。
ChatGPT 可以根据不同的话题和利基市场生成广泛的高质量内容。一旦您找到了自己的利基市场，就可以使用 ChatGPT 创建高质量的内容了。您可以使用 ChatGPT 生成文章、产品描述和其他有关您的产品的内容。例如，如果您正在创建一件时尚物品的产品描述，您可以使用 ChatGPT 生成一个基本描述，然后对 ChatGPT 提供的输出结果进行调整和编辑，适当地加入您个人独到的想法、经验、实力和故事，使您的产品更具有吸引力。创建高质量的内容后，您就可以发布和推广您的产品了。您可以使用 Twitter、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来推广您的产品，将流量带到您的网站或博客上。您也可以使用 SEO 技术来优化您的内容，提高在网络上的可见度。关键是要创建高质量的内容，让人们想要阅读和分享。下一步是将您的内容和产品变现，开始赚钱。有很多方法可以将您的内容变现，例如联盟营销、展示广告、赞助内容和销售数字产品等。例如，您可以使用联盟营销来推广与您的利基相关的产品，为每个销售赚取佣金。您还可以向您的观众群销售电子书、课程或其他与您的利基市场相关的产品。让我们分享美兰的经验，她不必辛苦上班工作，而是利用 ChatGPT 为她工作，让她可以每天在家轻轻松松赚500美元。美兰有非常丰富的健康和养生知识，因此她利用 ChatGPT 创建了与健康和养生相关的高质量内容。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和宣传她的内容，并优化了搜索引擎。她通过联盟营销、销售数字产品和提供在线教学来变现她的内容。几个月后，她开始从她的在线业务中每天赚取500美元。当您的内容和产品开始赚钱后，下工作目标是扩大您的业务规模和寻找新的商机。您可以通过创建更多内容，扩展到新的利基市场和建立您的观众或顾客群来扩大您的业务。您还可以将一些内容创作任务外包给自由职业者或虚拟助手，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发展业务。这是使用 ChatGPT 每天在网上轻轻松松赚500美元的秘诀。记住，关键是找到您感兴趣又有高需求的利基市场，创建高质量的内容和产品，推广和变现您网上的内容和产品，以及扩大您的业务。只要您愿意努力和投入时间，利用 ChatGPT 这个聪明的好帮手，就可以将您的热情转化为一个有利可图的网上业务。感谢您的观看，祝好运！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和分享给您的朋友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来获取更多有关 ChatGPT 的视频。